曾志伟、钱嘉乐、郑伊健、谢天华、林晓峰呢日就一齐出席电影《黄金兄弟》嘅谢票场。提到呢部戏制作费严重超支，身为监制嘅志伟哥对观众嘅反应都好紧张啊！其实今日已经放松咗好多啦，因为去过唔同嘅地方首映之后咧，喺观众嘅反应同埋大家对我哋嘅 feedback 咧，已经知道。放心啦，因為大家都好中意導演最開心咧，都係因為佢恩師洪金寶先生咧，咁啊就大哥啊，咁啊睇完咧即刻瞓都唔瞓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佢，就話：哎呀，你真係拍得好，諗都未諗過，原來你掌握啲節奏掌握得咁好，尤其是你將五個人嘅兄弟情咧拍得淋漓盡致啊！佢話佢好中意。其中有場戲就係講小春俾志偉哥好大力咁打咗一巴，唔少觀眾都有好深刻嘅印象啊！大家都覺得好滿意，因為咧覺得阿春好抵打啫，打阿春係嗰個音，因為佢唔喺度嘅啫，冇人同我反抗嘅話，因為打咗唔係好多，因為點解係打完佢之後咧，佢話：哎呀，做得好好啊！我梗係唔夠好啦，我想大巴啲咁，唔夠啦啩，嗰把已經好好咯，都三個的，三個的，打到已經左邊有少少腫腫地。